才三首，你们会觉得很无聊啊？哦，一首歌故意用的很温馨一样，而且都唱母语歌这样子，哦，很担心你们的感受，啊，我怕我不知道打入台湾的市场。然后试着找别的方式，然后让母语歌有更不一样的呈现，就是大家听一下，习惯一下听这样的语言的一种口气。啊，这是我想要在这张专辑里面想要告诉大家的。韩文歌你都听吗？有韩文，到处都有了。现在走到逛街都有收音，现在多好多了，都到那种少女时代都有了，是少女时代吗？我就上次讲说少女梦想，然后被那个少女时代歌迷生气，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情歌，也放在我这次的母语创作的专辑里。想说情歌大家都听得懂，不管任何人都会谈恋爱啊，爱斯基摩人也会谈恋爱啊，对不对？原住民也会谈恋爱，更何况大家。然后我是尝试做这样的方式，然后把情歌用母语来写。啊，歌词也很简单，就是大概讲述一下，因为没有那个字幕。就是歌里面就是讲说，我带了包包，包包里面还有很多家乡的回忆。我想到我小时候那些快乐的回忆，想到家里，想到山上，想到海边，想到朋友，想到妈妈，在我最快乐的时候，或者最伤心的时候，我总是会想到你啊，有没有？还是我讲的不够感性，你打死你！你用那个下雨的声音之类的。